在台下练习了10年，只为站在舞台上那一分钟所有观众的掌声支持。我们拍个教学可能需要3-4个小时，但我只希望你们浪费一秒钟对着手机屏幕点两下，点个赞，支持一下而已。答应我，帮我一个忙。这师傅说，如果事事都如意，那就不叫生活了。所以睡前请原谅一切，醒来已不问过往。用牡丹花模具依次压出牡丹花花瓣，从大到小一共3个，用我们的钢棒呢把花边碾压出来，全部都要这样做。全部做好以后，从大到小依次错开花瓣的位置摆放好，用黄色做花心，然后卷起来，将花心放进牡丹花瓣的中心位置，用虎口呢依次乱石，这样漂亮的牡丹花呢就做好了。也可以用喷瓶喷上自己喜欢的颜色。关注我，每晚7点教你做更多的花样面食。我每次发作品都有好多的老铁支持我，我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双击，感谢你的评论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最最感谢你的关注。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，老铁，你是最伟大的，我无以报答，只能送上真心的祝福，祝你发大财中大奖，每天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。停，别动啊，手指头别往下滑，听完的啊，我什么也不会，唱歌跳舞什么都不会，我就让你给我点个赞，好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啊，咱俩朋友能处到哪儿就看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点个赞行吗？求你了。停，别动啊，手指头别往下滑，听完的啊，我什么也不会。